突发奇想！嗨，大家，我是光马山大马发言仔。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邓紫棋姐姐其实她是一个 perfect 的南方小土豆啊！你看邓紫棋，我觉得她就应该是无耻而出来演 OK， 她是妥妥的南方小土豆哎，邓紫棋对不对？我突然大发奇想啊 ，OK。就这个京城啊，京城摩托他们专门出那种可爱的车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看了这个四个南方小土豆可爱的小短腿，这四个可爱的小短腿女，其实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长沙的那个西西，他叫柳西 ，OK， 还有那个胡啊，那个武汉的小颠颠嘛，他现在已经成了武汉交警的小团宠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他应该来自河南的，河南焦作啊，那个，哎呦厉害了，这个兔溜溜，我还以为他是韩国受训回来的，哎，他小奶音 ，OK， 超级小奶音，小电电也是啊，然后他跳舞很厉害，这个兔溜溜跳舞很厉害 ，OK， 还有个小猫哪里我就不知道 ，OK， 他有一个摩托，他开摩托车了，应该是他哥哥开的 ，OK。他应该有股份吧，啊，小小年纪当小老板娘了，对不对？就京城啊，京城摩托、啊、就出钱 ，OK， 拍一系列的短片，由邓紫棋领队 ，OK， 然后叫他做一首歌，主打歌 ，OK， 轻快节奏轻快的主打歌，就给这四个小可爱用，以后他们可以任用 ，OK， 然后邓紫棋可以先拍他一系列骑车啊。大型的、小型的、小短腿的、啊，这是他的。然后时机成熟了，就找那四个小可爱一起巡演 ，OK， 长沙，然后武汉啊，河南焦作、郑州啊，巡演 ，OK， 巡演，对不对？然后推一波这个车，对不对？你们那些可爱的车嘛，不是有一个经济队长的那个比较长、比较高，他比较高啊。有点像 TVB 那个打击女神啊，John Heyman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可以 ，OK， 先从这四个小可爱，开始吧 ，OK， 对不对？然后京城的摩托，京城摩托就可以大卖啊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也不认识京城摩托，我看那些可爱的车啊，对不对？小型、大型什么型的 ，OK， 哦，我才知道中国京城摩托，给专门就做这种车的，对不对？做这种摩托车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好像西西啊，他长沙那西西，他好像骑那个 Harley Davidson， 那个骑哈利嘛，对不对？骑哈利，好像也是有啊，所以是不是呢？啊，长城摩托啊，不哦，京城摩托 ，OK， 以后啊送我一辆，哎不行啊，可以，送我一辆电单车可以啊 ，OK， 从中国空运两电单车给我，如果这个 idea。可以实行的话，对不对 ？OK， 就给我个小小打赏吧 ，OK， 送我两辆车可以啊，四个轮的 ，OK， 因为我拿拐杖啊，不良于行 ，OK， 我坐的电单车是四个轮的 ，OK， 那有两个 extra wheels， 对不对？我称之为四轮驱动，对不对？可以嘛？哎，我们马来西亚有80万的残障人士啊。所以，京城摩托，大马翻译仔啊啊，痴心妄想，开玩笑罢了，对不对？京城摩托打造 ，OK， 姐姐邓紫棋带队 ，OK， 然后那四个小可爱就姐姐带我，对不对？一起来骑车咯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打造一些。这个适合这种啊身材矮小的女生坐的吧 ？OK， 不，这其实我看他们坐那些大型车啊，是真的不太适合的。对他们临停车前呢、啊，他们的脚一蹬，把那个支撑摩托的那个 stand 啊那个杆 OK 蹬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两条腿挂在空中，后面有几个男生，哦，你看那腿，对不对？然后要走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支撑呢，摩托支撑呢给一拉上来，然后屁股又扭，非常可爱。说是不是可以啊？可以啊！所以京城摩托 ，OK， 啊。
Think about it. I think about it. I